长大后像漫画里的超人一样，无所畏惧般的坚强。有一天我遇见温暖的阳光，它给我信心和力量，跨越人生每一道墙。或许对于眼前生活你我不满，跟你却不放，就是坚持你最初尚未完成的梦想。你说日子还能有多难，大家的辛苦都是一样，每个家财父母要的这样。你留的美丽哈，在我闻来都很香，是你的力量驱动我们前进的希望。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爱你像家人一样，永远支持你要的方向，成为你无所畏惧的力量。有一天我遇见温暖的阳光，它给我信心和力量，跨越人生每一道墙。是它让我变得勇敢，是它让我没有牵挂。或许对于眼前生活你我不满，跟你却不放，就是坚持你最初尚未完成的梦想。你说日子还能有多难，大家的辛苦都是一样，每个家财父母要的这样。你留的美丽哈，在我闻来都很香，是你的力量驱动我们前进的希望。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爱你像家人一样，永远支持你要的方向，成为你无所畏惧的力量。有一天我遇见温暖的阳光，看前面，擦屁股，掉下来，抓住，说干嘛？然后说，
这咖啡，咖啡。耶啊！这次感到有点不一样。虽然是跳舞跟唱歌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拍这个广告是蛮好玩的，由我们来诠释各行各业的一个辛苦，因为连走路都要像机器人这样走。在进行赛的时候，有大家的这样的支持，我们大了很多。那这一次三奥美方也希望说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由我们来做全民的部分。